蛮帅的，又是不是？是你很适合跟妙学妹讲话。以和尚来讲，他说他算是帅的。Too many days in the darkness, without a glimpse of the light. Running tired and broken and scared, but I swear I'll never give up the fight. I see you broken and beat, hat pulled down over your eyes. Every part of you wants to surrender. 为什么要自己搬？不可言了，你看，而且妆都花了。我没有看过一个记者会，艺人要自己塞场地的。创业维艰，创业维艰啊，真的。VIP 的话，今天到时候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人物可以坐第一，让我们这个人物来吗？难说，难说。当时我们最早要决定的时候，想说那我们干脆就包一个影厅，会比较省事一点，因为所有器材什么设备全部都有了，就不用那么烦恼。后来他就说不行，那個、就是在剧院里面，他觉得大家都可以想得到，我们要搬一个接地气。然后说他这样子挂，就这样子。哎呦，那到底要去哪边办？你知道吗？想破脑袋，最后大家就决定，啊、好啦，那就在这个阿松他家门口土地公庙办，就这样子，所以就演变成这样子的局面。哎、欸，但也是一件好事啊！哎、欸，剧院的话，你包下来一场应该也要8000，最少8000。对啊，最少8000块起跳、欸。哎，我们在这边一毛钱都不用花，多好！我的电视可以用了。电视最重要的就是这两台电视跟信号，现在信号正在测试。第一号铁粉，粉丝啦，粉丝啦，赶快看。嗨，大家高子啊，真欢喜哈！共同团队又回归了，今天是个可喜可贺的日子，我们共同算是借尸还魂。算是重操旧业，把大家感动都找回来，而且今天在借用特里公杯啊，借伊个场地，咱来办这个活动，应该特里公杯安尼啊，谢一下多。谢谢，顺顺利利，我们要继续带粉丝们到处去玩，要把过去的疼痛再次的延续，这就是我们闹着玩成立的宗旨。这个办好吗？好啊，好啊。我请他们吃啊！是，我们已经请了，是我们包的。是你们包的，是我们叫来的、啊。是我们包的，不是你们包的。是我们，是我。是你们包，不是我们吗？我们包，我们叫来的。嗨嗨嗨！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哎哎哦，加这么快。哎，那你会加两条啊？我加五条。大家拢在排队哦，哈哈哈！莫共看啦，哪会安尼啦？莫斗阵阵。We can watch the sunrise, just a couple of bruised eyes.
假没有看夏日肉豆，好空虚啊！没有夏日肉豆，哎呦，好啦，我们办了。对呀、啊，你的声音我们听到了，夏日肉豆。我从跳岛一直看到现在、啊。不要再讲了，我都累了，我看到跳岛我都累了。不要再乱讲话，你赶快回去，外面危险。是特地从高雄来？对啊，高雄的粉丝阿狗。怎么那么热血？今天中秋节连假哎、欸。为了他，为了新节目。然后我跟你讲，没有上完下的人生真的很，我真的很，我真的很，我女儿两天生了，你我真的好累啊！妈妈要按时吃药，好不好？没有关系，这个不用。对，我们都喜欢看你住饭店。喜欢看我住饭店。啊，混乱，就闹着玩。闹着玩。开张第一镜，敬各位，谢谢大家，耶！恭喜财冠，破米成功。哇塞，你那么帅的。然后之后也会把。我蛮帅的。这些团队。不是，不是，是你很适合在庙前面讲。以和尚来讲，他算是帅的。原来是地点选对了，一切都对了。庙祭。公庙系，公庙系，公庙系啦，公庙系阿伯，公庙系，跟杨子怡可以组成一个协会。对，他好会问字。对啊。这群粉丝都跟了非常非常的久了，所以这里的每一个都跟十年以上。对，真的是他看着我们成长，我没看着他们。他是看你衰老吧？也对，大叔，大叔，公庙系大叔，公庙系，我们都啦。就是我们的摄影师，王牌摄影师啊！不能把他讲出来啊！就他一直在拍。对啊，你不要这样害人家嘛！好。现在最难过的就是我的王牌摄影师东东摄影师，好辛苦哦，东东摄影师。先让我们知道一下晚上要住的饭店，也就是团员来要住的饭店长什么样。我们在神户市中心的商务里面。商务。那价格怎么样？价格很亲民，是自由行的首选。亲民，听起来就不太妙。那个行李箱摆进去的话，打得开吗？小的可以，那有 view 吗？有窗户。窗户通风的。对。那游泳池应该就不用问了，对不对？他商务的行李箱打不开，还问游泳池？社长，我看这样不行啊。你马上换一间。大行李箱那种29寸的也都打得开的那种，对那种方形，对对，要有夜景嘛，因为我们来到神户要看港口嘛，对啊，神户港嘛。好，
房间要有游泳池。哎，这个还房间还没盖啊，还没盖。饭店有游泳池都不容易的，马上换。有用，好的。你处理，你处理。三、二、一，哇塞！哇，这个厉害！哎，瘦整只的。哎，那根是什么？神户塔。神户塔就是神户塔耶。哎，我们这间算是，哎，买房间送塔位。喂喂喂！好，那么这个下午时间呢，会带大家来这个神户港。嗯，这边可以 shopping， 同时呢还可以吃晚餐、看夕阳，没错吧？对。哇，赞赞赞！谢谢爸爸。是我们要送什么吗？好，送你们游轮。好，这里有游轮，这阶段游轮要送给大家。怎么样？没关系，怎么样？机会。对不起，董事长，你想影响各位的机会。导游，嗯，他接我下去买啊。他就在这里了，你要问他坐哪？他的破看嘛，公司这个前途担忧。好久没有宴席料理，好值得庆祝的一刻。画面真的是太久了。对啊，你看，爽，哇，这温泉饭店就是安尼爽。你那是晒得较白，就是我温泉游泳池啊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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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要80度啊！哦，这个连接，这个连接啊，温度这样子啊，哎哎哎哎哎啊哦哎哎啊！奇怪，这是录影的时候才会这样哇哇叫，那你平常去泡的时候，人家你不会这样哇哇叫？站袂咧泡，我发站台底咧洗身躯嘛，讲哎免外口泡，哎啊袂洗会人好啊，就出来咧。我就出来啊，我洗好就出来，那他是怎样怎么泡的？我好烫哦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我们就公布一下我们的制度有什么样的方法。那当然就以很简单嘛，对对对，很简单的就以看就是以摆放为主呢，对对对，还是以品尝为主呢？对对对，我们可能就分几个层次啦。以这个啤酒为例，好不好？如果是我们最高级的叫做硬制路，硬制好硬好硬好硬，有没有？可以来看到这个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好香哦。对，我们然后一定会干杯喽。对，然后一定会很专业把口感都给讲出来，这样子有没有？再把它放到镜头最明显的地方。这个就是硬制路，阿力瓜最近，这个我们还在竞价当中呢，秀在荧幕上。对对对对，那六甲三的普通小制路的话，小制路就是这样。那虽然摆一瓶，但是我们见角度只看，对对对对，虽然是摆三瓶，但角度只看一瓶。哦，小制路，小制路。然后还有一种叫做微米制路，微米制路，哦，纳米制路，纳米制路要怎么纳？对对对，就是我们会收起来，然后。会把酒倒一点出来，然后就把它滴在上面这样子，放在下面呢，讲一讲。哇，看到这夜景，突然想到我鞋带有点松掉，把它放过去，那你自录。闹着玩，硬自录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过去啊，赶紧来。好硬几次啊？它的中午变成海岸线呢，天哪，哇，在这个海湾里面，只要是海岸线通通都是这样的建筑，海上的京都。哎，哇，没有办法，有人刚刚讲的口沫横飞的啊，就连一口都不可以喝了。他不喝酒没错，怎么跟刚刚的表情不太一样啊？星期一的表情哦，每个星期一是他的斋戒日啊。不能闻，我不能闻。刚刚看起来是红色，但它倒转有点偏粉红色的感觉。哎，你的衣服，对，你连看也不要看好了。真的带甜味，带甜味。对，那带了个甜味，跟一般的银酿不太一样哎，像水果酒的感觉。我是米酒，我没有办法。但我这辈子第一次喝到带甜味的米酒，我觉得我可以。你可能不喜欢哦，你别买了吧。
包下来，各付各的。怎么跟以前都不一样？哎呦，放业维艰，放业维艰。